2022最新八大逻辑键盘推荐排行榜。如果需要添购新的键盘，提供保固的逻辑键盘，相信会是许多人的心头好。除了 Unifying 接收器和大按键操作方便，对于在家工作或使用笔电的人来说，能够一次入手键盘滑鼠组也是其贩售魅力。另外，随着 iPad 使用者越来越多，哪些品项适合搭配平板工作，想必也成为读者们迫切知道的问题。为了从广大商品中挑选出最适合的一款，希望大家能够更清楚掌握自己的需求，并顺利购入合意的款式。一、罗技 Logitech K780 跨平台无线蓝牙键盘，全系统适用，多功切换，只需简单一键。二、罗技 Logitech Combo Touch 专为 iPad 打造，完善兼顾防护与输入功能。三、罗技 Logitech MK295 无线静音键盘，滑鼠组独家降噪技术，带来极致安静体验。四、罗技 Logitech K580 超薄跨平台蓝牙键盘，纤薄机身，搭配手机立架，精简桌面空间。五、罗技 Logitech MX Keys Mini 智能无线键盘，适合 Mac 使用者，高速充电提升工作效率。六、罗技 Logitech G5122GB 机械式电竞键盘，专业 GX 机械按键轴，职业电竞玩家首选。七、罗技 Logitech MK345 无线键盘，滑鼠组手托设计，赋予整天使用的舒适感。八、罗技 Logitech G913 无线机械式电竞键盘，配备 Lightspeed 无线技术，游玩效能再升级。